这锅锅店也接待不了。还得接锅锅来给。你们来说哈，不爱吃饭没得？咦，小朋友，你们过去说哈，咱们把海盗死了。别让出驴，快点！快一点，喊我去买那东西了。哇，是个荣誉证书。是了，2020抖音名字高光时刻。没想到自己侄子养的一件事情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回想到刚回来的时候，我是儿子是觉得在外面漂泊久了，想回来陪好公和婆，记得与他们生活日常的点点滴滴。视频发出去以后，没想到得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和喜欢，大家都非常想来听我们祖宗的农村生活。是了。拜。啊，你看我到哪了？真的呀。奶奶，你看我荣誉证书。荣誉证书啊。是了，拜，你看，好多你看粉丝朋友们，他们都说在外头。就喜欢回到我们乡下农村生活。你看那个不是想回到家乡吗？那个很有劲子。哎呀，我认不到，就人家老老子那个字，就高兴，看你高兴。是啊。不容易啊。嗯。看到很多人喜欢我们视频，我一夜了也有动力。后来涛涛大学毕业了嘛，他又没在工作，我就喊涛涛来跟我一路啊。没想到这个视频就有2000多万的播放量，还有20万的点赞。我是我们刚刚从山上子农活回来，特别的兴奋。是啊，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前途啊，毕竟大学刚毕业啊，然后同学们都在备考公务员，看到人家每天那么辛苦啊，还在坚持啊，我平时也想帮他多帮帮忙，然后干活。看到粉丝朋友们那么喜欢我，我干活都有力气了。是啊，你平时你多不念念念做的事情哈，你不做噻，你一天起来呀，要季节一到你就要做这了，或者是种了你就要种了。是了。啊，哪个季节种了呀？哪个季节种了？这农村是有季节了，你过了个季节了种的，它就没大了。你再吃，叫我样都长不好。哦，吃我就没大了。你太种早了也不行。这个锅锅花视频直接让我们涨粉了100多万，当时我好兴奋好开心。我当时回到房间我就虚了，爸从小就告诉我，一定要脚踏实地做人，一定要善良，对于喜欢的东西一定要坚持。我也想劝下粉丝朋友们，热爱自己的事业。起来了，罗罗，弄好了啊，有的。弄不完肚子肯定要满噻。这锅油的。烧锅了。烧酒。我们弄锅锅底儿进来切。锅锅底儿到菜屋里，名字安逸得很，香。烧菜。烧酸汤。麻烦的哲学和肮脏的主意，他扛着扛自己，要搞碎了。为自由工作，为创作自闭，继续的心意推过来。一出在嘴里，出入在哪里，早差不多了。放烧酒，放水，就点咕噜枣。我倒增加的。开始晒了。公，好，拿给你看个东西。哦哟，荣誉证书，出生落落，抖音时光，世界每一位好好生活的人，期待你创作更多优美内容。这是落落的荣誉哟。不是我来，是我们一起的。人家就是要成绩啊！啊，人家就是。也就是喜欢看我分享我的生活呀。你做得好啊，干一下。你不可以供你教导我。是不是你导演？哦，你带这个不容易哦。
你要特别要谦虚哦，不要骄傲哦，骄傲就失败了。是咯。以后要低调点，还要上进。也是没得儿啊。啊。公，你要是吃这个豆花也可以哈。当然可以啊，豆花就不来了嘛。豆腐了。